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我还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。我之前一直在写剧本，没有看到手机。不过确实，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去那么乱七八糟的地方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教育我呀？因为我心疼。今天你电话里面说我不敢说出那句话吗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诗诗，我喜欢你。以后只要你给我打电话，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，保护你。说的，我保证。